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珍妮姐姐来喽！你们看，我把叶罗丽的宝石盒子全系列都买回来喽，一共呢有五款，中间的这一款是我超级喜欢的冰公主，她住的是冰晶宫。剩余的四款呢，分别是，噔噔，林公主的花圣殿，萝莉的花蕾堡，心灵的浮云楼，还有孔雀的宝石宫。哇，五款宝石盒子都在这里，我想要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，那我们一起打开它们吧 ，Go！ 蹦蹦蹦！哇，你们快看，冰公主的冰晶宫在这里耶！找找冰公主在干什么吧。冰公主正坐在她的宝座上面。哇，好美呀！咚咚咚！哦，有人来了。冰公主，我来了。哇，你们快看，原来是王子来找公主啦。公主，快下来吧，我来喽。王子，你好啊，你有吃东西吗？我来请你吃下午茶吧。当然好啊，谢谢你。哇，天哪，看他们吃下午茶，我肚子都饿了耶。好喽，那我要回家喽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一些休息。好的，我也要休息喽。哇，冰公主进入了梦乡，我们来把冰晶宫关上吧。一起用魔法钥匙打开盒子吧。哦，开了。哇哇哇哇哇，你们看，两位公主已经坐在宝座上面啦。公主公主，快到中间旋转的舞台吧，我先来站在这里吧。那我也来哦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如果想要旋转起来，我们需要用到钥匙，一起来吧。 OK。 哇，你们快看，他们跳得好棒啊。跳完舞以后，我们快快的去城堡里面看看吧。好啊，快走。我也来了。哇哦，快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。噔噔噔，哇，这个城堡也太美了吧，朋友们。我要坐在第一层，我要坐在这里，这是城堡最高的地方。哇，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这里真的在发光哎！这是什么啊？打开看看。哇，是一颗红色的宝石！我们找到宝石了，找到宝石了！哇，好美的宝石啊！我们以后就是拥有这颗宝石的人啦。公主们，你们休息吧，我们来帮他们把这个宫殿合好。钥匙一定要保存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哪一个宫殿呢？噔噔，绿色的这一个是孔雀公主的宝石宫，我已经拿到了钥匙，把它打开吧。转动，哎呦，哇，你们快看，孔雀公主和好朋友在会客区谈话，我觉得一定是有新的宝石啦。嗨，你快看，我的这里装了新的宝石。哇，新的宝石，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哇，天哪，是一颗黄色的宝石，它的光可真美。孔雀公主，那我们可以去你的楼上看一看吗？听说这可是整个宫殿里面唯一一个有自动升降梯的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出发吧，升降梯请升。两位公主坐着升降梯到了宫殿的二楼，上面有一个可以摇晃的床。哇，还有一个粉色的宝座，公主公主们快上去试试吧。我来试试这一个宝座，我要睡一会儿喽，朋友们你们去看其他的公主吧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两位公主，那我把宫殿合上了哟。林公主的花圣殿，
我们现在要拿着这把钥匙去林公主的店里了。打开吧。哇，天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花花的店呢，你们快看。林公主去哪儿了呢？啊，原来她在这里休息。林公主，有客人来了，是你的朋友哦。啊，我来啦，请打开花门迎接客人。客人已经坐在了宝座上啦，有请林公主出来吧。哇，欢迎你来到我的花圣店。希望你玩得开心呀，我很喜欢这里，谢谢你哦，林公主。那我们关好这个宝石盒子，去探访最后一位公主吧。锦江店主的浮云楼，打开吧。哇，有四位公主已经在这里啦，你们快看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梯子，我们帮她放下来吧。各位公主，我们一起看看宫殿里面都有什么吧。店长已经来到了店里面哦。哦，我的第一位公主来喽。第一位公主在店长面前翻看最新的书籍，第二位公主想要看看店长这个店里面的宝石库。哇，有一颗蓝色的钻石，好美呀。最后一位公主从墙面上取下了一本书。各位公主，我们一起去二楼看看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啊。店长先到达了二楼，第一位公主也到喽。我来喽。这个宫殿可真漂亮。好喽，所有的公主都聚齐了。朋友们，五款宝石盒子，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